今天下午，西甲西班牙人俱乐部官方批判的一个重磅消息将引进，还在征集24号球衣征战日期。他们能够收到观众掌声。他是这样说的，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知道吴磊在中国是一个英雄，这种英雄之大是你们难以想象的。北京时间16号凌晨2点，吴磊又成为中国队站出来的那个人。吴磊一传一射，中国队3-1战胜叙利亚队，进入12强赛。这是一个好的时代，我自己也算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。